咁多位嘅听众朋友翻到嚟今日嘅国际大棋局，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大家咧就按赞、订阅、俾 like 啦。咁啊 T 小姐咧吓，上次啊 crossover 中山兄啦，咁我哋有啲听众就话：喂，几时再有 crossover 啊？想听下 T 小姐咧同唔同嘅主持擦出一啲咩火花？咁啊，今日咧我啊要祭出啊！我哋其中一位嘅主持啊，我嘅好朋友，我喺澳门嘅好朋友，咁啊，之前咧同大家咧系专讲啊越南嗰方面咧个政局啊等等嘅东西，咁啊喺度隆重介绍啊我嘅好朋友 E.B. 兄喺度，喂兄弟，喂，大家好，大家好，哎，文俊你好，文俊兄，系啊，嗱咁啊。今日咧好正喎，因为我哋其实系身处真系三个唔同地方喎，但系无论如何，其实我今日病得好犀利，所以咧今日咧就劳烦你咧过嚟做嘉宾 ，cross over T 小姐，而我咧就退居幕后，咁样好吗？咁啊 T 小姐，咁啊喺度，系喺度喺度，正式交支麦俾你两位咯，好吗？哎，好，大家好啊，哎 EB 兄你好啊。第一次跟你做节目，那就好多谢你啦，抽时间上来做我们大棋局啦，那就分享一下你越南那边的新闻啊和近况的情况啦，那现在那个状态是最新的状况 是怎样？嗱，咁啊，关于越南方面咧，嗱，最新的状态咧就系、是、我讲先啦，咁喺前年的十二月尾。咁啊，阿白头佬咧啊，就踢咗阿方丈落嚟啦，系咪啊？做嗰次之后、OK 啦。咁跟住咧，而家个三月头就有个新坐馆上咗嚟啦。咁喺之前嗰一集咧，如果大家有听过咧，喺之前嗰一集阿方丈嗰集咧，临尾嘅时候咧，我又话我预算推断咧，就系、是、嗰个叫做阿苏林就会上嚟坐一个位啊嘛，啊，一点，其实咧，佢原本佢都有，佢有，即系呢位苏林咧，佢都有交卷上去嘅，申请都系俾票啦，叫做吓，咁但系咧，去到临尾结局嘅时候咧，就刹停咗，佢自己退缩，就唔坐啦，呢个位，咁啊让咗呢个位咧，就俾一位叫做潘日。汪啊，即系日字边做个王啊，王啊，啊潘日汪，呢位仁兄咧就都有啲来头嘅，咁喺度咧我就顺便就讲啊，跟啲佢少少嘅一啲历史嘅嘢啦，咁佢咧其实系有嘢讲嘅呢条友仔啊，系1970年啊，咁今年咧即系大约50多岁到啦，非常之年轻嘅。咁啊，系越南嘅政治人物嚟噶。咁而家又担任咗越共中央政治局议员啊，跟住而家做埋国家主席啦。跟住佢又咧曾经担任过越共嘅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系好难读嗰啲嘢。咁啊，越共中央宣教部部长。以共胡志明市常务副书记，咁以共广义省书记，跟住仲有一个胡志明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 ，OK 啦，更多先啦。咁呢度咧系点解要讲佢咧？呢位友仔咧，佢讲嘢咧我哋会喺一集都会摆翻一啲图片啊，或者有视频上去嘅，因为系有啲资料系俾大家去睇嘅吓。即系就会听到咧，呢一位新坐馆啦，叫佢简单系新坐馆啦。佢讲嘅口音咧就系越南嘅胡志明市，即系南方面嘅口音嚟嘅，而唔系北方面嘅。咁点解？因为一向咧。在这个政治局里面呢，这大粒嘢嘅呢，大部分呢都是河南人嚟嘅，即是粤北人嚟嘅。等于好似粤北根都咁样啦，係咪佢哋人全部都系啲
一啲捞啤噶啦，输唔输啊？嗰啲啊，啊撞嗰啲啊，嗰啲声嗰啲噶啦，你系永远系冇一个系我哋呢边嘅广州啊、广东嘅嗰啲人而去入到去佢哋嗰啲位置嘅，就咁啦。咁但系而家就系呢一位新彩管咧，佢就系类似系广州、广东嗰啲嘅口音，但系而家就坐咗上去主席呢个位置啦。嗱，咁佢坐上嚟咧都系有原因嘅。咁头先话讲过啦，佢系咩啊？红青团啊嘛，佢细个咧就系已经系小粉红嚟噶啦。咁而家大咗啦，五十几岁啦，咁啊红青团就啱啦。佢咧就代表党嘅，佢个职务咧就喺党嘅喉舌，帮个党讲嘢。咁咧佢系宣传部嗰边，即系宣传部挂头，又话控制网络啊，嗰啲咩人民日报啊、党媒啊嗰啲成咧，由佢嚟操控晒嘅，由佢一手策划，佢搞掂晒，所以咧就系得到阿白头佬嘅信任啊，因为一般咧，阿白头佬啲咧，佢要拣人入去啊，做佢左右手咧，佢系唔会攞你胡志明市嗰啲南方嘅人入去嘅，佢会攞翻去北边嗰啲嘅啊，即系大家党员啊，系嘛，有皇亲国戚嘅嗰啲嘢，咁佢先至咧就拉拢到你入嚟嘅外人咧，你唔使旨意入到我个群入边，咁但系而家呢个咧，佢就系、是。那个口音是南方，但是他出世呢在河内那边的，在北方那边的，但这个根据回查回一些资料来看呢，他老豆老母呢当年呢是越南的1954年，即是当年呢就是什么越南分裂啊，打次分裂啊，那个是越南就打击败击退了法国的军队。咁跟住呢在当时呢就是越南呢就分开了两边嘅。咁越共呢就打赢了打次啦。退走了，即踢走了法国佬先啦。咁跟住呢就整了一个叫做日内瓦协议。咁大家就会去上网去查查返呢个呢、这个唔长讲啦。咁跟住咧，嗱，點解咧？跟住佢攞有咗個協議之後咧，咁啊，越共呢邊咧，嗰條胡志明咧，就叫啲人啦喺南方移居去北方住。咁喺北方嗰度咧，啲人咧就移居去南方嗰邊，係大家互相嚟去交換咗一批人。咁喺交換個過程中咧，就係呢一個新彩管嘅老豆老母咧。就是这样在胡志明这个地方就去了河内，跟着呢他就在河内出世，所以呢由小到大呢他就被白头佬这帮人呢叶共呢就栽培他的小粉红啊，红到不红到发紫的了已经是啊，心中有党，听党话跟党走，是是吧，这一集呢讲好多啊 ，T 小姐嗱，你应该唔系好知道喺越南嗰边啦。呢一集咧，我讲完啲嘢俾你听咧，你一定会睇到点解啲嘢完全系好同中国一模一样嘅。嗯嗯嗯，好搞笑嘅。OK 啦。嗯啊，所以咧，我就喺河内边生长大噶啦。咁啊得到白头佬啲信任啦，就掟我上去，仲未得噶。白头佬虽然话系认同佢，但系。都需要阿余伯根加持嘅。啊，点解咁样讲咧？因为阿白头佬咧喺个2017年嘅时候咧，都系去过咗见到阿余伯根嘅两个吓揸咗爬嘅。咁近时好似系前年都有嘅，前年都有，前年个话喺。我好似十月就系啦，十月个时候话张美兰女士嗰单嘢，即系万事发嗰单嘢出咗之后咧，咁嗱，白头佬就已经过去见咗阿叶伯根噶啦。咁当时传
呢个新楚管咧都有跟埋去嘅，啊，一系过到去咧，咁啊，一定系咧，阿白头佬咧就推荐嗱，呢一个我条僆，啊，日后咧，啊，我百年归老咧，我就信佢，带佢上去坐我个位噶啦，咁啊，啊，二百斤你啊过一过目啦，得唔得啦？咁啊，需要二百斤加持咧，你先至可以入到去。上到一个位置嗰度嘅，就等于佢系一只只棋嚟嘅啫。呢个新裁官系一只棋嚟嘅啫，本身就系佢嗱。而且咧，点解拣佢咧？第一，佢够忠心；第二，佢非常之少离开越南啊，去其他欧洲、美国嗰啲地方，同一啲西方嘅政治人物或者商家佬。去揸扒食飯嘅，就算係有咧，都係會跟住大家黨員去嘅，為黨做嘢嘅先去，即係冇話私底下自己私意鼠出去偷食嗰啲冇嘅。佢非常之乾淨啲友仔個底，咁好啦。咁啊，佢三月頭坐上個位啦，咁啊，大家睇到佢，哇！呢個友仔個底好乾淨喎。炒唔到佢有任何嘢喎，睇唔到佢啊有冇貪污啊，啲仔女有冇喺外國啊，老婆仔女喺邊啊，非常之好隱蔽啊，啲嘢全部冚得好勁。OK 啦，唔緊要，終於咧就有啲花邊新聞出咗嚟啦。跟住點咧？喺嗱，我睇下先嚇。哦，有一單。就是發生於喺三月入份入份入邊嘅，咁19號，三月嘅19號啊，咁咧有一個一班越南咧，只係得一間航空公司獨佔咗成個越南嘅，咁呢一間航空公司咧就有四名空姐就從法國翻嚟越南，但係落機咗之後過關。你機場抄到佢藏有毒品，咁入邊咧揾咗啲咧係抄到咧有10公斤啊嘅粉狀嘅嘢，同埋咧好多藥丸或者鈴頭丸嚟嘅。咁呢啲毒品咧就藏咗喺啲牙膏裏邊。咁啊，總共有幾多支牙膏咧？就有40多支牙膏嘅。而咧，即系同人哋带啊，10多支漱口水添啦。OK 啦，咁而审问呢四位人嘅呢四位女士咧，咁佢话：哎呀，我唔知啊，人哋答我带噶咋，跟住佢俾咗我佢俾咗几多钱啊？唯独依计翻出嚟，为咗计翻出嚟嘅人民币咧，就系3000蚊人民币。系嘛？同人哋带嘢过嚟喎，咁佢问咧，人哋递俾你，你唔检查嘅咩？冇啊！我当时见到第一个佢同自己讲话，嗰人佢唔识嘅喎，唔熟悉喎。咁但系睇到佢手机，就系睇到不断咧有好多信息入咗喺手机入边，跟住同佢讲埋你從邊個地方帶到邊個地方，邊個人去收啊？幾多點去收，係有曬呢啲路徑嘅。咁但係四位靚女咧就話：，我唔知道啊，當時盲中中咁樣去遞咗錢嘅，我係幫佢帶嘅咋啊。咁依一單新聞點解講到依一單新聞咧？就有傳啊，喺呢四位入邊咧，其中有一位女士咧，就喺個新楚管。嘅皇七嘅侄女，所以咧就先攞一單嘢出嚟講啦。咁阿 T 小姐，你有冇啲乜嘢疑問？佢呢啲關係都同大陸嗰啲都係，即係我聽你頭先咁講啦，同大陸嗰啲上位啲嗰啲。藤捻瓜嗰啲关系都差唔多啦，即系都系学晒大陆呢啲噶啦。系啊，咁你继续讲。OK，
咁嘅讲到呢一间航空公司咧，佢又有嘢讲喎。因为呢间航空公司越南咧系独大一间嘅，所以咧跟住佢令到咧会好多啲。人民啊，對呢一間航空公司係好有疑問，或者係好鳩憎佢嗱。咁咧喺2022年6月份嘅時候咧，咁啊有單新聞就講咯，台灣新聞嚟嘅，就話越南航空連續九季虧損啊，死未？武漢病毒啊！从武汉病毒疫情之后啦，咁啊重启啊空业啦，咁啊越南航空咧就喺第一季咧即将啊营业收咧就去比提升咗之前两年嘅高点，依然处于亏损状态，至今连续亏损咗九季。越航表示。儘管國內市場復甦，為國際市場及低迷，而需面對國際油價嗰個起機嘅壓力其實咧係吹嘅啫。佢講話係關於疫情搞到虧損，如果唔係疫情，佢都已經虧緊㗎啦，呢個撲街。佢咩啦？尽管第一季营业都出嗱，尽管第一季啊，营收达$5亿，年增长咧就55%，创下自2020年嘅第二季以来嘅新高，但系冇法转亏为盈，嗱，又已经系咩喎？收咗5亿喎。系嘛？达到55%，但系都冇办法可以盈利到啊！死未？好似佢依度话啦，佢就用疫情嚟到做借口啦，因为之前都已经亏，其实同大陆好多个状况都一样。大陆嘅话咧，好似佢而家啦，银行大陆嘅银行咧就开始。爆新聞就是很多撳不到款啊，或者是直頭嗰啲錢不見了兩三年走去查一查，兩三年裏邊冇查過嘅，咁啊突然間抽起條筋去睇睇啊，點解冇曬啲錢嘅咁樣，銀行又唔負責任咁。其實呢啲狀況咧，係2019年之前咧，大陸嗰啲銀行都已經有零零碎碎都出現呢種狀況。好似之前嗰啲包頭銀行嗰啲都已經出現咗，咁其實一樣嘅，佢又借呢個疫情啦，叫做一個藉口啦，就叫做話三年裏邊個經濟唔好啊，所以咁樣搞到個經濟方面啊，銀行又咁樣，其實都有一個藉口。佢而家就爆得更加犀利啦，係嘛？因為2019年之前大陸好多好多嗰啲人都係頂唔順。嗰啲好多廠都開始執，只不過係冇而家咁嚴重啫嘛。其實個狀況都差唔多啦，係嘛？係啊，嗱講翻嚇，佢啲咧不斷咁虧蝕咧，佢之前佢咁樣蝕嘅時候咧，其實係邊個搞鳩佢咧？係有人搞鳩佢嘅，係中阿葉伯根搞鳩佢。點解咁樣講咧？因為佢一個航道咧，佢飛咧。是如果是非國際啊，咁佢要經過咧點樣咧？台灣啊，又會經去日本啊嗰啲路線。跟住阿二百斤，咪成鳩日咧恐嚇台灣嘅，為要打嘅，跟住成日喺度邊喺度演習噶嘛。當佢每次咁樣喺個海上面演習咧，佢就禁鳩越南飛機，禁鳩佢唔俾佢嗰條航線。你是飛一條航線，他就唯有要兜圈，當他一兜的時候，那油費你不用計算，是吧？你要燒油費不同，各條數不是這樣計算的，所以就是這樣令到他不斷地蝕，是搞鳩他的，甚至呢有傳，在這間越南的航空裡面，
已经有 40% 咧个股份啊，已经有中资喺里边噶啦。嗯，啊，所以咧，如果当真系再演习或者真系打台湾嘅时候咧，哦，佢呢间航空破产，但系其实佢破，而家佢破产，佢破唔破产都冇所谓咧。越南已经属于咗二百斤噶啦，已经攞咗噶啦。哦，咁样。系啊，啊，点解咁样讲咧？嗱，大家就可以去翻都系上一集啦，又系话阿方丈个俾人踢咗落台嗰一集咧。咁啊喺里边咧，我又摆咗一幅图喺度嘅。嗰幅图咧，我搵图片嗰时候咧，见到幅图咧，我就睇到哇！已經預言咗啦，就係、是、喺幅圖入邊咧，佢畫咗佢東南亞呢個地一大，全部紅色嘅，有紅色嘅地方都係屬咗二百斤，裏邊包括越南。咁其餘嗰啲日本啊日本、韓國都未得，未台灣都變咗啦，變咗紅色噶啦。咁跟住新加坡啊、馬拉啊、菲律賓嗰啲咧，係其他顏色嘅。总唔知喺一带喺阿二百斤嗰幅版图指落嚟嘅全部红色，咁大家而家可以睇到啦。佢话咪过去揾咯，嗰啲油王嘅，跟住话喺边买油啊嘛，啊俾人民币收人民币啊嘛，咁啊人哋赞同咗啦嘛 ，OK 啦，剔咗个雕啦。咁佢攞咗越南，佢攞咗噶啦，佢攞个越南系点咧？佢系将所有嘅生产线咧。摆喺越南嗰度，咁由越南胡志明市嗰度个下端嗰度咧，佢出货咪运攞个地方九段线，攞咗九段线之后运攞个地方嚟将啲佢要出产嘅货品运去俾啲中东佬啊，去啲其他欧洲地方。一个系我之前，你继续讲，你继续讲，系啦。OK 啦，咁跟住啊，嗱，而家咧就讲另外嘅一单新闻啦，就嗱，唔知啊 T 小姐你嗱，美国就有 Tesla 电动车，中国有行驰，越南都唔斯时，有一架叫做VinFast VF 八。咁呢個咧，呢一間公司個來頭係點咧？佢喺度講少少先嚇，佢係好奇怪嘅。咁啊，唔知你有冇睇過嗰幅圖啦？我俾你睇過嗰幅圖咧。啊，大家會睇翻呢幅圖啊。佢圍繞咗呢個集團啊。你望落去咧，佢好似係一個人哋玩遊戲嗰啲咧，咩開啟啲咩，開啟啲乜嘢神嗰、那個叫咩？一啲功能啊，必殺技啊咁嘅嘢嘅，佢周圍咧就包圍咗嗰、那個佢成間公司嘅成個規模啊，就嗱，而家我就睇下啦，啊幅圖啊 ，OK， 而家大家咧睇夜熒幕咯，幅圖喎，咁喺幅圖入邊咧，佢係分咗有幾種顏色嘅，即係佢周邊嘅產品啊，呢一間公司啊，等我啊，咁啊大家睇咯喎。嗱，佢有个紫色啊嘛，嗱，紫色嗰度一百个 percent， 嗰个系啲乜嘢咧？就系嗰啲娱乐中心，同埋嗰啲resource 啊，即系酒店方面啊，酒店啊，娱乐中心嗰啲，咁啊嗱个橙色、黄色啊，黄色，跟住就不动产，又即系搞地产啦。咁啊，深蓝色就教育，跟住去到嗰、那个深朱红色啊，朱红色嗰一间咧就系、是、卖就系嗰度叫零售啊，即系嗰啲超市嗰啲啊。嗯嗯。咁跟住去到咧个仲有一个吓橙色嘅系工业区，好啊，跟。灰色工艺，浅绿色农业，浅蓝色医疗。OK，
佢呢间呢个集团咧，啊，投资咗更差多嘢入边咧，咁跟住啊，有另外一个橙色嘅，就系、是、呢个电动车啦，有51% 嘅资金系摆咗去喺个电动车入边呢度嘅。啊，点解要讲呢单嘢咧？咁讲下呢、這个呢、這个背景先，等我睇下吓。OK 啦，呢一间嘢。啊！我度嗰个阿阿 T 小姐，你不如你读一读，你有冇睇？你有冇呢一单新闻啊？热南电动车、电动企业，电动企业，热南电动企业咧就日前被爆出啦，喺北美啊裁员80人，咁包括咧其美国首席财务官啊，咁啊引发咧人啊对呢间越南公司啊。可能是上市前的那个状况呢是不是健康呢就质疑他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啊，这个美国首席财务官呢就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名是以在业务重组期间呢是突然间是离职的。就另外一位叫做 Winfas美国首席执行官咧就被调任为呢一个嘅北美副首席执行官。咁据介绍啦，呢间母公司系越南最大嘅民营集团，JSC 啊 ，Win Group JSC， 唔好意思啊，因为个英文我真系唔识读，同恒大啊、宝能啊类似。咁佢嘅核心业，核心嘅。主业咧系房地产嚟嘅，咁佢呢度依间咧就系成立于系2017年，咁就喺2019年咧就开始生产内燃车，咁啊成为咧越南第一家国内汽车嘅制造商，咁佢咧就喺2022年12月向美国啊 SEC 提交咗。F1 的文件招股书就准备在美国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上市，它的股票代码就是 VFS， 花旗的集团全球市场部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和摩根证券将会担任牵头账簿管理人和承销商的代表。招股书呢就显示啊，佢喺2021年啊，营收是6.7亿美金，营运亏损呢就是11.33亿美元啊，净亏损为13.48亿美元。咁佢喺2022年9个月之前的营收是4.39亿美元。营运亏损是12.32亿美元，净亏损呢就是14.45亿美元，意味着呢不够两年期间呢它亏损一共就是28亿美金，它亏损到即是它做这架车是做不到的，还是怎么样，它是蚀了很多，是不是它的意思就是、啊嗱喺度補充翻少少嚇，各位聽眾唔好意思啊，呢度咧啊，頭先咧我就話嗰個國家嘅新主席咧新坐管咧個名我讀錯咗嘅，喺度補翻嚇，嗰、那個叫做武文常嚇嗰、那個，咁而家咧頭先跟住喺頭先嗰度咧，我就講話啊潘日王咧啊其錯咗嘅，即係而家呢一間電車公司啊個老闆咧就真係叫做潘日王啦。剛才我看錯了資料，不好意思啊，現在的改善回這個、這個老闆呢，這間公司的老闆呢叫潘日和，1968年的河內人，他呢是一個、科寶斯的排行榜裡面呢是排行第286的，即是億萬富翁裡面排行第286名的。 OK 啦，他呢好奇怪，你見到佢投資埋更差多嘢咧。OK， 我冇理佢住先。
而家就系讲呢架车。点解要讲呢架车咧？咁嗱喺呢度啊，佢架车咧，佢就吹得好劲嘅，佢就攞架车咧就去美国边上市就卖。咁佢个车咧就嗰、那个叫做VF8 啦，即系个编号啊。咁呢架车呢架电池车咧 VF8 咧有三个版本。啊，第一个版本就 City Edison。卖咧就$49,000，咁啊佢个续航率咧，佢只系走到180公里嘅啫。跟住佢第二个版本就系Luxury， 咁佢依家咧就卖到$56,000，可以走到咧就340公里。第三个版本咧就系 Pass 啦，咁个 Pass 咧就系$57,000到，咁啊可以走到咧400公里啦 ，OK 啦。跟住喎，同样喎，阿 Tesla 有一个 model 系叫做 Y 啊嘛，一个 model 系 Y 啊嘛，咁呢个咧攞嚟做比较咧，人哋比较嘅呀。Tesla 咧就卖紧$52,000，就可以走到咧279公里。跟住如果再升级Tesla 个再升级个 model 咧个续航力再强啲咧，即系人哋加到$5,000嘅啫，即系$57,000就可以达到咧就514公里。咁睇呢个数字上面呢，大家嚟睇下攞个最低嗰个啦。佢卖到49,000，但只系要180公里嘅啫。Tesla 有人哋嗰架你卖52,000，但係人哋有280公里呢，你打佢 ,ok 啦。咁你喺行次方面啦，行次我都睇过㗎，攞去对比嘅行次咪有个行次5㗎嘛 ,SUV 嘅。咁话国内卖紧咪先200,000，六个数字系咪200,000啊？啲小姐，系啊，十万系咯。喂，600公里，好抵买，系咪真系有咁嘅事咧？佢真系出到咩？喂，大佬啊，佢搞行驰，佢搞咁多年，等咗佢好似系咪有几多年啊？有冇两三年啊？即系得。最近佢先至话佢真系出咗900台嘅真车，之前一直都系得个壳嘅底座都冇嘅，咁快入800咩？几多公里话？头先话佢行到600公里，系啦，两百万人仔嘅啫，哇，好平喎，200,000人仔，200,000定200,000啊？200,000六个数字啊嘛，200,000啊嘛，啊，喂，系咪吹啊？喂，佢嗰、那个。阿头佢阿许家印嗰个信誉都已经系差到无伦噶咯，咁啊冇得挥噶。有问金美金喎，好抵买喎呢架嘢，买翻嚟落买翻嚟摆下都得喎。咁啊真系买翻嚟摆咯，咁啊压住个车位咯。喂，佢咁样嘅状况之下，吹咗咁耐，先至交到嗰900台，佢抌咗几多钱落去啊？嗰啲錢都唔知係用嚟做乜嘢嘅，可能係依頭係水咗啲人，水咗啲股東啊注資落去啦，睇下又揾咗啲銀行又貸款注資落去啦，搞依台車，搞住咁耐，嗰陣時喺個 YouTube 賣廣告都賣到好行噶啦，有一段時間煩到抽筋嘅咁樣，咁但係啲錢實質就又係攞咗去，可能係轉咗去其他做投資啦，咁啊～家先至叫做出到900台，咁你会唔会即系系咪会唔会开下车突然间失灵啊之类嗰啲嘢啊？嗰啲个电会唔会爆炸噶？喂，真系信唔过噶、哦，系咪啊？几多嗰啲系之前买恒大嗰啲债券啊，或者系嗰啲佢收唔到楼之后嗰啲话，我俾台车你啦，抵咗呢啲债啦，咁样抵咗呢啲啦，你想要翻只乸冇，鸡乸就冇噶啦。要依台车啦，啲人有啲人肯噶，好啦，咁咪要依台车啦。发觉
车都冇嗰阵时，等咗几耐，嗰阵时几多维权嗰啲新闻啊，啲人去到个车嘅厂房做呢个行刺五呢个厂房吉嘅空嘅，咁佢后屘上高两又话有九百台出，我呢九百台咪真系车嚟都成问题，我未见过真车行，唉，真系好怀疑啊，所以。你越南嗰啲都差唔多啊，但系好都唔系话好乜嘢噶啦。你同下中共呢下下中共指点指点你越南，咁嗱老实讲啦，好似大陆好多，你刚才讲到越南都系都基本上可以讲话系属于二百斤咁样。咁大陆好多厂撤资，啲人话诶、哎、大陆嗰啲外资话大陆信唔过，点样撤资？转个头走去撤咗越南，咪一鬼样。搞咁大壇嘢，設資你唔使使錢啊！去到越南咪一樣。如果我真係覺得嗰啲人搞爛餐，係嘛？阿 EB 你點睇？係啊，嗱，跟住啊，啊，佢有一樣嘢嘅，嗱、啊，男士都有三分釘啦、啊，係嘛？我啊，連呢一架 VS 八，佢座底啊都有車先啦、啊，佢唔係真係唔係吹喎，係嘛？啊，嗯，不過你行刺啊，連間廠房都急嘅。嗱，点解攞佢出嚟讲咧？佢又好似你一个状况一样啊，好似行奇一样啊，喺 YouTube 上面吹啊，嗰啲小粉红啊，嗰啲赖得大声公帮佢吹又话：哎呀，伟大我的国啊！哎呀，越南啊，威啦！今次啊，冇死啦，有啊，有个电动车啦，可以出嚟啦，可以去卖到去美国啊！好多美国嘅民众啊，鬼佬啊！嗰啲啊发烧友啊都去揾，即系喺车方面嗰啲发烧友啊，都去揾个啊呢架 V 一八啊车啊，哇！佢哋啊非常之期望同有呢度之有欲望咁拥有呢部车啊，咁咧就搞到咧啊叫做啊起晒出晒名啦，叫做行行冚冚啦，搞到言好多言论啦，咁啊啲美国佬咧，咁啊好多都识有啲因为有啲。越南咧移民咗过嗰边啊嘛，嗰啲，即系同共对抗嗰啲啊，就睇啊，系你个捻样系咪咁捻把炮先啊？跟住睇，跟住攞车试 ，OK 啦。点知咧就发现到啊，我会摆翻啲片上去嘅。咁喺有啲越南入边嘅民众咧，就系撑党啦，系嘛，出嚟冲出嚟柒啦，诶、哎，为国争光，我一定要买呢架车。因为将自己屋企嗰架法国车卖紧咗，德国车嗰啲喺部入边嚟，咁跟住咧就佢就影啦，部私家车啊，前门闩到，后门摆埋闩唔冚，咁当一个闩咗好多次喎，喺段视频入面影佢影住啦，我闩咗好多次啊，都闩唔冚喎，但系前门一闩就即冚，咁你当你闩唔冚嘅时候咧？部车入边嗰个 system 咧，佢会显示喂，你架车未上好，未闩好门喎，我唔闩好门嘅话，我唔开车嘅、哦。你系咁啊 ？OK， 呢个第一个，第二个，佢又喺后边咧话摆货个位个后边嗰条后门啊。一个私家车咪有五条门噶嘛？嗯嗯，有两条啊嘛，跟住后边个。有一条嘛，嗰、那个呢条门一揿一打开咧，棘住嘅，一打开一个条门一升上去就棘咗，棘住啊，叫一个好棘好开唔冚啊，嗰个叫做个损位做得唔好啊，卡住咯，一打开就啪一声卡住，跟住闩翻埋，啊闩翻埋佢又卡一下添，总之一开就卡一下，一闩就卡一下，早唔知要刮到花为止啊！啊，跟住除咗一個問題之外咧，啊，跟住又有一個咧，就係喺屋企充電，啊，充到去一百，跟住部機熄咗，成架車熄咗，失單，跟住攞個車匙撳佢都冇反應，唯獨咧就只可以咧就有個匙啤匙噶嘛，將個匙啤匙咧嚟開架車啦，跟住又去手動，啊嚟去攤翻著架車。啊，总之佢咧系衰嘅咩？就衰软件。OK 啦，仲未算喎、哦。咁有啲 YouTuber 咧，越南入边有啲 YouTuber 咧，就试完呢架车之后咧，就
攞咗上擺咗去上 YouTube 啊，上 Facebook 上面咧，咁啊話批評誒呢部車唔值嗰個價錢咯，同埋啲嘢做得好差啊，頭先種種嗰啲問題啊，咁啊講出嚟，講完之後咧，啊呢間公司咧就 short 咗條呢條筋喎，同客人對抗，就係話啊你個撚樣啊，冒劣我間廠嘅車係嘛？讲报道一不真实的言论啊，你去损毁我公司啊啲产品，我报咗警啊，啊到时啊就公安会上揾你倾偈，诶真系有啲公安又黐鸠线喎，又走真系走去啊个依一个 YouTuber 系嘛，即系将佢个贴删咗，跟住咧就出警告书请你喂。过嚟派出所同我哋倾下偈，请你饮茶。你咪傻嘅？呢啲嘢系咪先？你喂，我系一个买家 ，OK， 我系一个用家。你个产品我买咗翻嚟系属于我嘅，咁我有权批啊，有权赞，同埋有权批评你个产品噶嘛？哦，而家你觉得唔爽？啊，跟住就話我冒劣你啲產品，啊，你就要揾啊派出所、啊警察、公安嗰啲過嚟搞鳩我，係嘛？但係啲警察、公安又聽佢點喎？佢過嚟先啲搞笑，所以令到咧啲人啊對架車好撚反感。啊，未算噶，到鬼佬真係啦，喺美國嗰邊真係攞架車走啦，有個鬼佬咧。就啊，走走下，部車又係啊喺度郊區嗰度停咗喺度，死咗火，跟住就 call 啦 ，call 車過嚟啦 ，call 翻呢一間公司嘅車過嚟拉走個車啦。因為你買，因為雖然係買咗，咁但係有保險噶嘛啲嘢。咁跟住嗰啲拖車人員過到嚟拖走個車，拖唔得喎，佢話。咁啊鬼佬就問咯，點解咧？我哋帶唔夠工具啊，拉唔到你個車嘅，咪好笑嘅。為咗搞到鬼佬好嗰下，好激嘅，好嬲啊！屌，自己 call 私人車過嚟，即係嗰啲拖車啊，私人嘅，唔係公司嘅，拖走咗架車，終於拖咗個車，整到佢咧啊前又後咧就失咗，唔見咗三四粒鐘咁樣。所以人哋都話都鬼佬都上去講上去屌啊！話喂，你架車唔肯掂當喎，點樣成啊？講咗好多好多好多嘢 ，OK。咁嗱，你依家品牌做得更差，你仲想打入美國市場，同美國入邊嘅所有嘅品牌嚟冚？首先你冚低 Tesla 先啦。咁仲有話係美國嗰邊咧，你買啲電動車啲咧。政府是有回扣的喎，話係你買啲美國品牌啊車啊，你買跟住出車牌出文件俾你好快，跟住回扣咧$7,500添，每一部嘅車啊電動車呢啲，咁但係你而家依家係越南咧，你可唔可以做到咁咧？啊，拜佢。好多狀況哇，同大陸好似喎，真係。嗯。我聽到覺得好熟悉。咁佢嗰啲小粉紅啊，嗰啲，因為首先有樣嘢唔同嘅，就係佢嗱好似大陸想打入國際市場咁啊。咁佢有錢去收買嗰啲媒體，幫佢講好説話啊，幫佢贊好啊咁噶嘛。咁越南呢方面咧就做得唔夠大陸。嘅即係可能個資金唔夠大陸多啦，個熱錢咁就做得冇乜嘢啦，係嘛？呢方面好啊，佢自用做大外宣嘅，不過就做得閪啊嘛，做得柒啫嘛。因為做大外宣咧，你都要有嗰個資本去請一啲打手幫你吹下風向啊，咁啊，好似大陸錢多咁啊，揾啲外國媒體。嗰啲死大左膠啊，嗰啲啊更加樂意幫你做啦。咁啊，洗腦式咁樣報導，
日又吹夜又吹大陸啊，中國依家發展啊幾好啊，咁而且鬼佬對於中國嗰種文化又比較好奇啊嘛，咁所以中國嗰個外大外宣宣傳成功喺依度啦。咁就越南方面咧就比較欠缺啦，個資金唔夠多，依方面就做得冇大陸咁仔細嘅，冇咁好嘅。咁另外你話有啲撐嗰、那個汽車買咗。自己嗰個原本嗰個法國車、德國車買台爾地五，咁揾笨柒嘅，佢自己咪翻屋企自己喊咯，冇嘢噶。咁佢對外宣稱話好好，點樣有苦自己知，同大陸嗰啲撚人一樣噶，成日都有發生噶啦。咁好似之前都試過，抵制日貨啊，走去示威，有試過有一次抵制日貨去示威，停架車喺度。佢架車係日本車嚟嘅，走過去參加人哋嗰啲抵制日本嗰啲喺度示威，翻到嚟發覺自己嗰架車咪俾人揼爛咗咯，一樣道理啫嘛！呢啲傻閪嚟嘅啲撚人，你個狐狸飄得太快，我個上頭衝上頭啊嘛！係啊，我忍唔住笑喺隔離啊！揸架日本车去反日咯，屌你老味，系唔得啊！对唔住，对唔住，我监听紧你，其实隔篱嗱，其实我监听中嘅，你继续啦，我忍唔住笑啊！好，继续继续。啊，咁啊，讲系咁啊，啊呢边你讲，我先，你讲开先。啊，咁啊，大陆嗰啲人系咁噶啦，咁举着红旗又反红旗。啊，有句说话好似系咁，差唔多意思啦。其实好多嘢，依头话喺个微博嗰度话，美国唔好啊，翻大陆啦，点样乜乜物物嘅，猛喺度赞大陆喺度点点点点咁样。佢个 I P 地址其实喺国外嘅，甚至乎有啲话，佢嗰个显示到佢嗰个手机系 iPhone 嘅。咁大把啦，依啲俾人截咗图，咁笑死人咩？喂，长期系咁噶喎，嗰其实嗰啲人好醒目噶，佢即系好似嗰啲大 V 啊嗰啲咁样，攞住台 iPhone 喺度撑华为之类嗰啲嘢，你换咗台电话先再讲嘢啦，呢啲嘢经常噶啦，我唔知佢系冇嗰啲人系冇脑嘅嗰啲人，佢又走识佢又识走咗去外国，醒目嘅佢，但系咧就猛喺度国唱喺度带风向。唱大陸咯，經常噶啦，咁啊大陸有啲傻閪唔用腦噶嘛，咪跟風向咁啊，硬係打雞血啦。啊，依邊兄你繼續啊。OK 啦，咁啊，再下一單新聞咯喎。咁嗰個文上啊，新坐館上咗兩位嘅時候，咁啊大發功喺度係嘛？佢發功咧，咁啊佢話佢係佢把口而係叫做。共青团啊嘛，共青团啊嘛，系嘛，带领党啊嘛 ，OK 啦，咁啊又吹啦，继续吹啦。越南地产咧，第二个泡沫已经爆咗噶啦，已经含得捻橡皮糖噶啦，已经。佢就好多产品嗱，头先咪话嗰个嗰间嗰架WinFast 嗰间嘢嘅嗰个集团咧，系WinGroup啊嘛。咁啊，点解成日蚀咧？同埋航空业点解又蚀本咧？佢啲钱去晒边咧？仲有啊，未讲到医疗界啊，医疗界都爆一煲喎、啊。唔系医疗界点解爆煲咧？有讲少少啦，唔系疫情整死佢，疫情咧系有关乎少少嘅，但系佢疫情佢都未死得住，就系、是。他哋呢班友仔咧，全部攞曬啲錢咧，搞房地產。咁啊，越南咧，有三大行業啊，你第三大行業啊，第一個之前就講過啦，就係、是、勞動人口，即、就、係、是、自己啲國民去其他國家度打工。每年嗰个外汇啊，寄翻去越南啊，坐底十亿。乜嘢都唔做，佢成个政府乜嘢都唔使做，系嘛？慢慢地，
即系最少都有10亿收入一年。第二个产业地产，佢有地啊嘛，佢大把地，咪买咯。但系你买完之后，你冇拥有权，你外国人都一样，本地人更加唔使讲，买唔起，所以唔存在。第三个产业就是加工咯，生产咯，帮其他国家生产嘢咯，加工咯，啊，即系工嘅做嘅工业大国啦，类似中国咁，不过未去到中国个 level 啫，啊，第三大产业啦，嗱，所以佢我咪话啦，嗰啲公司就将啲嘢咧摆晒去地产嗰度，变晒砖头啦，而家已经。是吧，但是变了砖头，啲价就落好高，越南人根本系冇钱买，个个都穷捻一条，啊，跟住佢就睇到咯，啊，跟住佢又写篇文章嚟大发文章啦，就话咧，越南咧嗰地产方面有嗰啲产品咧，平价平民嘅产品咧，喺三年前咧就已经卖晒噶啦，唔存在嘅，而家咧。我哋只有中上嘅产品，即系中产以上，同埋啲超级产品，即系啲楼啊，超级楼啊，嗯，咁啊话啦，而家边啲人买得起咧？本地嘅人咧，就只系买平啊嘛，咁平冇啊嘛，冇得买啊嘛 ，OK 啦，咁而家呢啲咧只有。啲外侨，啲热侨，即系去咗外国生活，啊，移咗民嗰啲，前面有几千万，同埋一啲外国嘅人，即系其他国籍嘅人，佢哋都好需要，同埋有要求，来到我越南买我啲产品嘅，因为佢哋要退休。呢啲產品咧係適合啲退休人士，所以而家就 open 開放，啊，人哋老窩啊嗰啲柬埔寨都俾啊啲外國人可以擁有使用嗰啲地啊樓房啊90年，我越南都唔施設，我准許你哋。30到50年嘅擁有權啊，咁呢啲產品咧計起上嚟個價錢咧係非常之優惠嘅，係1270万美金起步啊！哇啊，超級產品啊嘛，超級豪宅嚟噶呢啲，睇少啊 ，OK。都犀利，犀利！喂，同大陸一樣嘅啫喎，佢都係嗰個幾廿年。你當啦，你啊 T 小姐，好似大陸啊嗰、那個嚇、啊。哦，你講先。哦、啊，好似大陸嗰啲土地又係啦，唔係叫擁有權啦，我哋叫70年嘅使用權啦。咁後屘咧，依幾年咧就改啦，一啲新嘅政策，一啲新嘅地批出嚟係50年啦。咁而家依段時間就吹緊風咧，就話可能會再改，至於改到點鬼樣咧就未知。咁啊，都係使用權嘅啫喎，我哋都係一樣，即係唔屬於嘅喎。咁啊，你成世人幾多平民係成世人打份工就供間屋，供幾廿年嘅使用權喎。喂，荒谬啦！呢样嘢系你睇完都觉得荒谬，系啊。佢嗱，佢计出嚟啊！我啲下知大家话喎，你计出嚟啊！嗱，阿 T 小姐系嘛？你而家几多岁？我当你啦，冇咁长命啦，系嘛？人冇咁长命嘅，30好 ，OK。你攞1280万嘅美金，系嘛？跟住使用权30年，你供咯，每年你就系唔见咗42万美金，
每个月你唔见咗$3,500啊，咁我想问下啦，喺度啦，咁你话其他国籍噶嘛，咁啊真系鬼佬先买得起啦。咁有边个鬼佬退休人士可以拥有一个月嘅退休金$5,000咧？你打佢$5,000系嘛，计埋生活费好唔好啊？啊，攞咗$3,500出嚟。去租托租啊，叫做唔系买添啊，租嗰嗰间屋系嘛，剩翻$1,000啊，慢慢搣，有几多个啊？啊，汤都针得啊，汤都针可以侵侵系嘛，侵侵我买到嘅。屌，如果我有咁样嘅钱啊，我使嘅閪翻你去越南嗰度住咩戆鸠嘅你，住得高，分分钟成日断电冇电，屌！不是冇电又冇水，得低系嘛？又爆屎渠，跟住揸架 Benz 法拉利跑车啲，哇，好有钱啊，好威啊！啊，出条街四围洗啊！当落大雨嘅时候，嗰部车就变咗潜艇啊！系噶，唔系佢讲少啊，真系嗰、那个佢落大雨水浸街咧。佢個狀況係好似澳門嘅，但係澳門咧嗰、那個排水方面咧做得非常之好啊！咁越南個胡志明市咧都係近海嘅，佢嗰度啊靠住海岸噶嘛，嗰邊南方嗰邊係靠住海岸嘅。咁你係去啲水應該去得好快啊，但係唔係一落大雨浸足一日啊，跟住所有車。有电单车嗰啲咧，浸到半架车啊！跌走嘅嗰啲叫做啊，以前嗰啲电单车啊，好少少，因为落咗地咧啊，佢一浸咗咧，咁你车死咗咧，佢你可以落地㧬噶嘛，因为个车比较好细啊，仲记得以前嗰个80年代嗰啲50仔咧。日本嗰啲 Honda 咧，嗰啲車啊，最瘦嘅，啊，你死我，要落地嗰啲移得㧬啊嘛，咁跟住而家出下嗰啲車咧，即係近呢10年20年啦，出咗下車就好似澳門嗰啲電單車，咪格格好肥好笨重好大嚿嘅一啲嘢，哦，你個車死火你碌鳩啦，推鳩死你，因為咧。就你矮仔細粒嗰啲冇乜力嗰啲咧，尤其啲女士嗰啲咧，啊俾架車砸翻你轉頭 ，OK 啦。咁跟住咧，冇諗住你走個法拉利、Benz、寶馬出街啊，冇事啊，落雨有嘢擋啊，足之變成潛艇，浸鳩埋你架車，浸咗半架車啦，唔係潛艇係咩啊？咁你话佢个市规划咧，你得啊？翻去越南住咧，翻去越南住嗰啲咪戆鸠咧？嗯，系啊。喂，你头先好似嗱，佢呢啲城市规划咧，好多地方都有嘅。佢海水倒灌嘅话咧，好乜好难搞嘅。嗱，好似我哋呢度都有。一落雨咧，又系个水浸到上去，浸得好劲嘅嗰啲水浸街。咁所以咧，你话？开嗰啲电车咧，即系嗰电池嗰啲汽车咧，真系惊佢漏电噶，唔出奇噶，即系我哋大陆呢啲车啊，真系惊佢漏电喎，喺开下车电鬼瓜噶。咁你话讲到嗰个成个城市规划嗰啲咁样，你话 Donald Trump 啊，咁捻有钱啊，买个岛啦，使咩喺度住啊？喂，普通嗰啲鬼佬退咗休，大把地方拣啦，系咪啊？都唔會揀你嗰個完全個比例唔合理噶嘛，咁所以做規劃嗰個人咧，又係好似大陸嗰啲官嗰啲咁樣，食撚咗屎啊個腦！喺度我再補充少少啊，關於嗰架汽車啊，啊咁啊唔係佢已經講咗啦，哎偉大啦我的個啊，好犀利啊，做到車啦耶啊！以前成日笑鳩我哋越南做唔到個車係嘛，做唔到手機係嘛，而家做到個電車俾你睇 ，OK 啦。而咧有一陣最新喺2月份嘅，
一份报，少年日报就公布咗一班新闻出嚟。咁啊，当时咧就访问咗，关于系你对我哋越南嘅生产汽车方面咧，工业区方面咧你有咩睇法咁嘅咧？咁跟住咧有一位主席嚟嘅，咁啊出嚟讲啦。呢一个主席系咩咧？佢系协助越南工业协会主席，都系大粒嘢嚟噶啦。佢出嚟讲嘅，呢一架私家车就喺工业区入边咧，呢一架生产一个私家车出嚟咧，系需要两万嘅零件，两万件零件，大大细细嘅零件，其中咧有咁嘅个私家车有啲金属元素噶嘛，嗰啲零件系金属元素啊嘛，系嘛，咁喺入边咧有两百种金属元素表噶，你整嗰啲金属啊、合金啊成嗰啲出嚟啊，喺当中喺两种金属元素表入边咧，越南目前只有一个元素可以做到嗰架车嗰粒螺丝出嚟双字嘅车牌嘅咋？你咁大鸠镬咧？唉，做我呢吉弟，睇其他新闻我都蚀到点都笑紧咗啊！屌，又话自己好捻犀利，唉，又做车，跟住。之前死人康丈啊，仲串串供啊，佢上任嘅时候仲串串供啊。当时三星就将嗰啲电池咧，即系以前啊，仲系三星嘅时候咧，仲系三星手机啊，仲系插电池去用嗰个时候啊，都系智能噶啦，已经系，但系仲嗰个时候三星系咩版本咧？就仲可以插电嘅，仲记得嗰时候。咁三星嘅电池厂咧就摆咗喺越南嗰边生产，所以咧就大家会揾翻下以前三星嗰啲电池咧会写住 Made in Vietnam 嘅。咁阿方丈嘅时候咧就串串供啦，出嚟讲啊，哎呀，我哋越南啊几咁伟大啊，做到手机出嚟啊，嗰粒电池啊。喂，同大陆一样嘅啫，又系咁样个，即系好似未见过大石屙屎咁样个，好多嘢都少少嘢转转工，喂，同大陆嘅思维一样噶。话所以就可以话讲啦，佢完全咧就系将成个越共咧，系将成个越南咧系俾咗二百斤嘅，咁啊系喺二百斤喺背后操控嘅啫，佢唔出嚟。咁啊，所有嘅越共嗰啲嗰班狗官咧，全部都系一啲棋子啊。咁样如果啦，即系我咁谂啦，我唔清楚，我想问一问啦，就系、是、假设即系佢而家大陆嗰个取消咗嗰个发展中国家地位啦，好多优惠冇咗啦，咁其实大陆好多嘢咧可以。兜去越南嗰度挂越南个名，咁啊攞啲优惠，唔系经直接大陆出口嘅喎。佢比如果俾人围、俾人制裁嗰啲咁样，用大越南名义去买，咁嗰啲晶片可唔可以用越南嘅名义去买，然后再入去大陆，可唔可以咁样啊？嗱，越南咧到今日为止咧系冇一个独立关税，而且都冇一个优惠关税，因为佢俾美国佬制裁。原来在越南呢，第一他的钱呢就非常之贬值，因为他借全世界的钱，现在是呢每一个越南的人民呢在越南里面生活啊，每以人头计啊，当你一个小朋友出世的时候呢，你就欠国家四万元港币。哦，咁样噶，系啦，因为佢借咗好多钱啊嘛，佢又借啲，嗰度借啲，又跟住又蚀本，跟住搞轻轨又蚀本，跟住搞油矿又蚀本，
啊，搞自己啊，自己国家搞电啊，电厂啊，发电啊，俾自己都蚀本啊，跟住太阳能又蚀本，冇一样嘢赚嘅，地产蚀本，衣食住行全部蚀本。喂，同大陆差唔多嘅啫喎，大陆。你睇我嚟大陸嗰啲錢啊，全部流曬俾嗰啲貪官個人嘅啫嘛，佢好多嘢都唔掂噶，一帶一路全部閪曬噶，一鳩樣嘅啫喎，大家都真係衰鬥衰累鬥累啊，阿蘭加税啊，都大家冇一揮嘅，有一揮嘅，大家都。阿書嗰部阿馬克思咧，嗰本秘笈咧，得一本啫嘛。嗯。咁啊普京由普京嗰度创办出嚟，咁跟住你毛爷爷就走落去抄，啊抄完翻嚟之后，啊等于食完之后屙翻督屎出嚟，跟住递俾个越南嗰边食，啊呢边食之后话又好香，啊继续抄，啊抄完之后再屙，唉总之食完又屙翻出嚟，大家累够累啊，啊咁啊睇下系大家。嗰、那個點樣去運用呢一本馬克思主義啊呢本真經啊俾你啊，得你知噶嘛？啊，跟住仲有喎，誒又幾搞笑啊！嗱，喺好似應該係2021年度嘅上下啦，呢度有我之前而家嗰講，而嗱嗰邊咧佢要求亞馬遜啊，嗯，啊。你要摆你个 server 喺我哋越南嗰度，等我哋监控。啊，咁都得。啊，亚马逊都湿咗有味啊，真系。跟住啊，到今年啊，啊都喺呢个月噶咋？佢又叫 Netflix 啊，喂，你哋好喺我越南嗰度系嘛？摆个办公室喺度，我嚟等我容易啲睇你点样收钱啊！佢做乜鬼啊？啊，做乜鬼 ？Netflix 就冇回应咯，诶，当听唔到睇唔到，我唔知道，唔关我事，都傻嘅。佢学咗大陆啲战狼啊，口吻啊，系啊。Netflix 喎 ，Netflix 个材料湿你有味啊？屌，人哋一边收美金一个月，屌唔摆你喺度咪唔摆你喺度咯，屌，抵死啊真系。有 VPN 啊嘛，啊顺便卖广告啊，大家记得啊订阅 VPN 啊，保护自己个人私隐啊，我都用紧喺度啊，好啦，咁差唔多啦，咁今集冇乜补充，啊思路文俊啊，有冇补充啊？诶，文俊冇啊，我觉得好好啊，即系你第一次合作嚟计算唔错噶啦，慢慢磨合下咯，即系。阿 E-Bang 可以講下同阿 T 小姐合作有啲咩感覺咁樣，可以即係最尾當吹下水啊！阿 T 小姐有冇雅興講下夜場啊嘛？夜場首期啊嘛！哦，我當聽古仔嘅咋，都有嘅，不過就平少去夜場啦。咁如果同你傾嘅，同你講嘅話，就當聽古仔。又有啲問題問下你啊！咁因為我少去啊嘛。喂，夜场嗰啲唔系俾你去噶喎，你冇讲话少去喎，你话少去咁真系有去啦、啊。唔系，即系嗰种夜场同你哋嗰种夜场系唔同嘅，系唔同嘅，但系即系比较少接触啦，应该咁话比较少接触，但系都以前都去过一两次嘅，但系了解就唔多。咁如果同你讲嘅话咧，就即系当系一个乜都唔识嘅人去问你问题，去了解咁样咯，应该系咁样表达。我觉得咁样其实系一个好嘅方面，因为即系好似如果大家都识嘅话咧，唔使讲，冇嘢好讲。咁啊，一个识配搭一个唔识，咁唔识一个一定会问啊嘛。咁你问嘅话就会有啲话题讲咗出嚟咯，即系有啲嘢会讲咗出嚟。你唔问嘅话，根本系唔知讲啲乜嘢，系讲唔到你听人啲乜嘢。我都好期待啊，可以同你一齐。试下拍做下一集咯，睇下个效果点啦。啊，你可以当系完全唔知，
咁啊去問咧，即係喺你用你，我想睇下用你女士嘅角度嚟去睇誒個夜場嘅生活係一個咩角度嚟睇下呢個夜場咧？哦，都可以試下嘅，都可以試下嘅，因為以前我係去過一兩次，係入過去嘅。但是那個即係嗰種狀況同你哋講，之前我都聽過你同阿文俊興講嗰夜場，但係嗰個係有唔同嘅，有唔同嘅，咁就可以試下交流一下。哦，好啦，咁啊呢一集，哎呀死啦，我都唔記得咗抹低啲時間添，喺度是但啦，到時啊唔緊要啦。是啊，到时后制啦，咁啊好期待啦，下一次啊 crossover 啊嗰一夜场啦，好嘛，咁啊今集啊辛苦晒两位啦，好嘛，咁啊喺度开心啊，咁啊下次再翻嚟好冇，好，拜拜，拜拜，唔该晒，唔该晒 EB 兄，好，再见，各位听众，拜拜，拜。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啊特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亞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唉，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亞牛扒咧，跟住又出邊有得嚟虎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所以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文化啊！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